微软在2019年上线了这款数学应用，想要帮你解决数学难题，支持苹果和安卓系统，界面简单易懂，你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扫描数学题，瞬间获得答案。找到不同的解题步骤，以及在网上看看类似的练习题，有的甚至包含视频教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使用手写或者键盘。在平板中，通过分屏和触控笔输入，学习速度更快。你还可以把做过的题加入到书签，平时点击左上角的小按钮来查看和复习。最后，你可以在头部微信公众号回复“微软数学”，直接下载该应用。微信搜索 TopBook， 共享1000支高效技能视频。